哈哈。哎，就看到几架飞机？两架飞机啊。嘿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在好像在做训练的动作。嘿，然后我有看到一只做俯冲的那种样式。嘿嘿嘿，啊，往北边这边飞过来啊。然后我以为这边有跑道啊，想说有跑道我就没有直接跟他再跟他看了。他没想到说就掉下来，所以有两架了哈、哦，有两架，哦，那飞行动作很危险吗？就比较低空吧。好好好。